嗯，哇，最近吃三个都上瘾。嗨，深夜茶餐局准备开动，现在真辛苦。放下火腿肠，来片冰菜。嗯，脆脆的。做这个吧，玉米笋。嗯，哇，哇，这玉米笋好好吃，外面脆脆的，里面嫩嫩的，甜甜的。今天小皮里面包的是小龙虾，怎么没吃到小龙虾啊？这看不到小龙虾呀，味道还是不错，就是小龙虾太少，就有种上当了的感觉。这也太抠搜了。嗯，香菇加肉。杯小饮料，哎，比脸还大了几倍，哇，这肉好足啊！拜拜。